生气了？嫌我和七贵给你丢人了？没有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走的时候连头都不回。我是因为加班。别骗人了，罗晶晶帮我们说话的时候你脸通一下就红了，你看不见，可是我看得见，你开始嫌弃我了。四平，你现在这么爱吵架呀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。不是我爱吵架，是你变了。你不要忘了，你和我是一样的，咱俩从镇上出来到了城里什么都没有，谁都不认识，咱俩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别以为你穿了几天新衣服，比我多吃了几天奇奇怪怪饭，你就是城里人，你就是有钱人了。你跟罗晶晶不一样，永远也不可能一样。那你说你有什么就说出来，犯不着拿个破饭盒当熨斗，这跟嘴上擦桌油有什么两样？装酷。你不要忘了，你现在穿的不是自己的衣服，是行头，是要唱大戏的行头。你别演着演着真把自己当成公子哥了。你恼了？为什么？我说到你的痛处了。没错，说我是唱戏的，是谁把我推这条路上的？是你。可是你下了台之后你要做回你自己呀、啊、你不要忘了，你是个讨生活的戏子，你开始嫌弃我，就是嫌弃你自己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嫌弃，他就是做皇帝也不会开心的。我走了，你都嫌弃我，在这干什么呀？四平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不要走。下个月工程完了，我们就要去福州了，到时候就不能经常来看你了。四平，都是我不对，你以后在公共场合能不能尽量不要和别人吵架好吗？都该换了。算命的说你缺火，我就买了大红色的。我就不信，天天穿月月穿，他补不回来。对不起，四平。四平要跟着工程队去福州一段时间。作为她的男朋友，我应该感到不舍。可是我为什么心里会觉着很轻松？我是不是忘本了？晶晶的那些新衣服、豪宅、美食，真的是糖衣炮弹吗？我是那么浅薄、那么充满物欲的人吗？我应该对四平好，而不是嫌弃他、挑剔他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生长在那样的环境，也有同样的遭遇，我会不会比龙小雨做得更好？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我明白，贫穷对人有致命的伤害。
就算再穷，心也不能穷。韩丁，我说要跟你结婚，你生气了。我跟罗小雨逃跑，你生气。我说要跟你结婚，你为什么还是生气？静静，我不想谈这个问题。必须谈，不然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你。我跟你说过，当你想给我的时候，就算我不要，你也会给我的。我现在就想跟你结婚。如果我不是病成那个样子，如果不是程瑶劝你的话，你是不会这样想的。你知道你那天跟我说你要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什么表情吗？什么表情？悲壮，就像马上要英勇就义似的。你误会我了，跟你在一起怎么会悲壮呢？更何况你是我的恩人呢。恩人谈不上，只是我不想让你拿婚姻去偿还，因为那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，不是吗？正是因为珍贵，所以我才要给你啊。程瑶说的对，你的爱更单纯更纯粹，是我自己傻，被我自己搞复杂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可是我不想让你随便许诺婚姻，因为那是比恋爱更长久更严肃的事情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的感情只是感激？当我看见你生病，看见你因为发烧而通红的脸，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。手机摔过了？没事儿，还能用。我拿你的手机给自己发了一条短信。什么？你说，韩丁，我怕失去你。你在想什么？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神经病吧你！哎，你们俩还真挺般配的，就没见过你们这么折腾的。反正我要是你，我一定先跟晶晶结婚。你管他是不是三心二意七零八落的呢？你不知道啊，任何事情都扛不过时间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，慢慢的他的人他的心不都是你的了吗？你傻呀，真是的，合着我白劝他半天了。楚瑶，谢谢你，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。哎，随便你们吧，总之他要真跑了，你不要来找我哭，没见过这么傻的。你怎么看程瑶这个人？程瑶是晶晶的好朋友，她不喜欢我，我知道，我能够理解她。
毕竟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和晶晶并不般配。陈瑶对我的态度有他的道理。程瑶有明确地表示过他不喜欢你吗？是的，不止一次。那你恨他吗？也恨也不恨。我会把我的恨转变成我的动力。那时候我经常激励自己，只要我努力成功了，有出息了，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了，程瑶有一天一定会为他对我的不公平和歧视态度而向我道歉。我会让他知道，我是可以让晶晶幸福的。你觉得程瑶对你的这种不喜欢，仅仅是因为你穷吗？从根本上说，是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像程瑶这种人是不会直接承认自己的势力的。他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，他会把对我的指责转变成听上去更高尚的借口。你就是这么看程瑶的？是。程瑶那个时候看我的眼光让我知道我的钥匙串出了问题。可是我从小到大，我们老家的人都是那样的，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你出门左拐，然后走50米，左边左边，看见我了吗？静静，你干嘛？车啊！我按喇叭了啊，看的人更多。有事吗？有事啊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那你直接告诉我过去就行了吗？不行，拐来拐去的，怕你找不到。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么来找我是很危险的。厂里有那么多双眼睛，如果谁要告诉你爸，我就完了。每次说到我爸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见到警察一样。我跟你说真的呢。那以后永远都这样吗？以后我不知道，但是现在毕竟不是时候。哎，好吧，不说我爸了，给你一样礼物。什么呀？打开看看啊。好看吧？把你腰上所有的钥匙取下来放在这里面都可以哦。城里人就是花样多，连个钥匙都有专用的钥匙包。以后你就把钥匙都放在钥匙包里，别再挂在腰上了，走起路来稀里哗啦的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来了。停车。停车。怎么了？哎，静静，你的那个好朋友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啊。你别骗我了，那天他看我那串钥匙那个表情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。在我们老家，所有男人都是把钥匙别在腰上的，一走路满街都能听得到。没错，也许你们觉得这是噪音，像小狗一样拴个铃铛跑到哪儿都能被听到，但是我们却骄傲的不行。谁的钥匙多，就证明这个人在家里有地位、能干、管的事情多。怎么了？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把这串钥匙别在我的腰上。好好好，你都别腰上，下次你带我回老家的时候，我也把一串钥匙都别在腰上，然后满大街走，行吗？但是现在你在厦门，你在大城市，你要入乡随俗。
你觉得我给你丢人了是吗？没有，一点儿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勇气跟我走的话，你就给我丢脸了。程瑶是说了，他说从你这一大串钥匙串来看，你根本就没有品味，你不适合在大城市生活。就算给你很多漂亮的衣服，你也不会挑选，你不会搭配。我觉得他说的不对，因为没有人生来就懂这些，都是需要学习的。所以我要证明给他看，你是最棒的。他这是怎么说的？我跟他打赌了，我说只要你一经包装，就是厦门最有型的男孩。包装？我还不是什么明星，又不是女孩子，我不搞娘娘腔那一套。那不是娘娘腔，那是提升你的形象。我爸到现在还这样呢。你说我爸是娘娘腔？你要不愿意输，你就下去吧。大不了我就承认我输了呗，我承认我看错人了，然后落一辈子画饼给程瑶笑话我呗。走。我长那么大才知道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发型有那么大的关系。罗晶晶帮助我发现一个新的龙小雨。通过罗晶晶，我进一步认识了金钱的魅力。从前，钱对我来说是学费，是医药费，是缓解饥饿的生活费。现在，它是色彩，是个性，是气质。和晶晶在一起，钱是艺术，是美丽的。恍惚中，我已经忘记了钱曾给我带来的痛苦。小雨，你吃牛排啊？好，很好吃的。来，干一杯吧。电话。喂，晶晶希望我们两个相处得好一点，对她来说我们都很重要。我没有想对你不友好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跟晶晶在一块儿。你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。是啊，事实和结果最重要。我会尊重你，但并不代表我喜欢你。彼此彼此。我们聊什么呢？和平共处。真的？达成协议了吗？四项基本原则：少接触，少见面，少议论，少分析。对不起，没事没事。雪，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小雨，是掉色了。掉色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们就不是一类人。小雨，
我决定不再接晶晶的电话，我没脸见她，我也不想见四平。我告诉四平，我这一阵子出差到山里去了，手机没有信号，让他别来找我，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这一代的地势就是说，你挖的越强势，那谁呀？是龙小雨吗？小雨，罗总，这份是你今天需要的文件。你坐一下，等我写个意见，你再带回去。这个带回去交给王主任，告诉他，新建厂房的事一定要抓紧。静静，干什么呢？罗总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静静，干什么呢？这孩子太任性，今天一回来就跟我闹不痛快。也不知道是谁惹了他。小雨，你修我家老房子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晶晶的男朋友啊？男朋友啊？有没有看见什么男孩子找过她呀？应该没有吧。没有才怪了呢，要不然他会这么折腾，肯定是和男朋友闹别扭了。静静，静静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的心脏可受不了你这么折腾。静静，静静，你下来。干嘛？那我走了，爸爸。小雨啊，你坐经济车回去吧。罗总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至于那么一点小事儿，你就不理我？我有错吗？晶晶，你没错，是我错。你又有什么错？只是因为你穿了一条会掉色的内裤吗？这跟一个人的人品和性格有什么关系？可是这跟一个人的生活细节有关系。我们太不一样了。陈瑶说的有道理。你是跟陈瑶在一起还是跟我？可是我没有资格，也没有自信心。小雨，这不能是一次幽默事件吗？我也有过很糗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我穿着高跟鞋抱着那么大一束花去给领导献花，我摔了一个狗啃泥，领导还伸手接我呢，真的。可这是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晶晶，你不是我，你怎么能知道我的感受？你只看到了那个被你塑造的整齐的干净的龙小雨，可是后面还有很多你根本想不到或者你根本无法忍受的生活，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是立刻就能改变的。就像我外面穿着你送给我的名牌衣服，可是我里面却穿着掉色的廉价内裤，10块钱5条。你送给我的任何一件衣服的一颗纽扣都不值这个钱。小雨，我不管你怎么看衣服掉色这件事情，你不接我电话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这对我不公平。我给你看我的生活，可是你呢？你没有展示给我看你的生活，一点都没有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晶晶，我不是故意不给你看，我是怕你看了你会不舒服。你也太小看我了，小雨，我要了解你，了解你的生活，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平等的，你懂吗？你真的想好了要体验一下？马上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真的好吃啊？真的好吃。那多吃一点。小雨，你会吗？不会。你不会？你不会，好意思说自己混在台上呢？你会啊？我也不会。我跟你学。学？嗯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真的爱上了罗晶晶。程瑶的反对，还有对你和晶晶的关系的不好的预测，是不是都不重要了？不是。很快，晶晶就病了，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。不像我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就是把我扔到垃圾堆里，我也不会生病的。陈瑶，什么事啊？非要在这儿说？我不上去，那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知道晶晶在哪儿吗？她跟我说拍什么照片去了，至少要星期才回来呢。她能拍照片？她连坐的力气都没有，她在医院呢。医院？怎么了？那得问你啊。
你带他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了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吃坏了？急性肠胃炎呗，县医院什么都吃不了，吊水呢。他在哪家医院？你告诉我呀，陈瑶。他说带你去过。哎，你回来。晶晶不让我告诉你，怕你内疚。我也答应过他，但我食言了。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，可能你不爱听，但是作为晶晶的朋友，我必须得说。晶晶这次生病让我想明白一件事儿，什么叫门当户对。你们俩的出身、生活环境、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，想要生活在一起根本不可能。也许你这次不是有意要害晶晶，可是你的每一次行为都给她带来很大的伤害，你没想到吗？我会改变自己的，我一定会让晶晶幸福的。每个人都会这么说，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，可是结果呢，全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就跟我爹妈一样，我爸也是从小地方来的，苦读师范大学，那四年穷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，完全是靠学校的免费饭票才坚持到毕业。我妈妈呢，又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。反正我从小所有的记忆就是他们俩在争吵，我爸嫌我妈矫情，我妈嫌我爸吝啬，没见过世面。我相信他们俩是轰轰烈烈的爱过，但是激情过后呢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啊，我劝你，无论对谁而言，你们俩都应该分开。陈瑶，如果我不按着你说去做呢，你会怎么样？去告密吗？告诉罗总拆散我们两个？我有那么可耻吗？我要说早说了。那你会怎么样？我不会怎么样，龙翔宇。在你问我这话之前，我虽然不看好你跟晶晶，但我还算尊重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看不起你。我们俩的对立那是公开的、光明磊落的，你却问我用什么阴谋，这只能证明你用阴谋来对别人，你才会这么想别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之前是没有什么证据在我手上，从现在开始你小心点，你走吧。是罗晶晶的家人吗？我是她的朋友。其实下次你来可以不带什么吃的了，我们医院本来就是以营养餐出名的，你看我们的营养餐是可以根据个性化来定制的，有养颜的、养心的、养胃的，这些营养餐每一样都是经过中医和营养师的精心搭配而成的。营养师已经为他选好了这份套餐，您看看。谢谢你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我照顾不好晶晶，我养不起她。一开始我只是想讨好她，利用她的好感和同情，把她作为一个工作上的贵人。我却忘了我的初衷。贵人就是贵人，他们应该用来崇拜，而不是随便走近跟他们共同生活的。如果我爱罗晶晶，就应该对她好，为她着想。Thank you.
小雨，我知道你来看过我了。对不起，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。罗总，你找我。小雨，后勤那边有点事儿，你过去了解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罗小雨。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儿啊？我家呀。爸，上次龙小雨监工装修我那的房子，现在出问题了。怎么，是不是煤气漏了？不是。那是什么事儿啊？天气突然变冷了，窗户漏风。小雨啊，下班后带人过去看看。请不动他，打了那么多电话都不接。不是的，罗总，那个我那个那我那个手机它不太好使。小雨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要惹着大小姐，连我都躲得远远的。下班后带人过去看看啊。嗯，罗小姐，罗小姐。我把工人带来了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都修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白跑一趟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龙小雨，我有东西要带给我爸爸，你先来一趟。你们先走吧。有完没完了？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你说分手就分手啊？我配不上你。你早干嘛去了？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胡说！有什么比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更重要？可是你爸和那些……你有完没完啊？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？你活得累不累？要不这样吧，我现在回屋，如果我出来的时候你还在，我们就继续，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们就算了。你好好想想啊，好好想想，我就给你两分钟。
暖的吹，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，看见你远去，身边无人跟随，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，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，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，我已经很累，我没有责备，请不要问我谁谁。拉住你的手，瞬间无语相对，沉默中心与心靠近，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，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，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，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，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，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，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，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，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，我心